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强哥。今天表妹说是想和我单挑，最新我苦练技术，绝对能打趴你。行，既然你这么自信，那就和你好好的过过招吧。表妹这枪法一点水，根本打不中小强，而且她也不怎么走位，感觉技术也没怎么提高呀。好的，最后一次压倒性胜利，嘿嘿，这下服了吧？我就说你打不过我嘛。这把不算，这个手机不太好操作，我要换一台，你等我一下。哦，是手机问题，我懂我懂。好了，我们再来一场，这次我不会放水了。怎么感觉他好像赢过我一样？小强打算让表妹把护盾给脱了，他的枪法这么飘，咱们应该也能碾压他了。这波不错，他总算有点走位了，但可惜啊，还是打不动小强。之前表妹还和我说他技术提高了很多呢，每次去打架都能打倒好几个人。现在看来，这话的水分有点多呀，差点被他骗了。这把小强也是赢了，真轻松啊，感觉咱们有点欺负人，这波小强就放开吧。我也是打算用 M94 和表妹打一场，看能不能再赢他一把。表哥，你已经没了一半血了，看来这次我要赢了呀。咱们这枪确实打不出输出，连表妹的盾都破不了，小强只能被动挨打，有点无奈。我赢了，看你服不服。我就说我技术变好了吧，之前你还不信。这波小强用的是 M94 啊。我不管，反正我赢了，你得夸我。行吧，确实是我输了，小强认了。表妹这么厉害，要不咱们赌一把，你看怎么样？你想赌什么？我可没零花钱啊。谁要你的零花钱？咱们就赌洗一个月的臭袜子。你的脚很臭的，我不要。表妹这么厉害，居然还会怕吗？要不然想只有一个护盾和你打。行吧，输了可不许赖皮。就凭你这枪法，想是不可能输的。来，咱们这波好的秀一秀他。我去，隐藏喷火器，表妹你作弊啊！真惨，一下子就赢了，无敌太寂寞了。哦，没想到表妹居然还有这招，我吐了呀！表哥，说好像话，这个月的袜子你包了。行，我又不是输不起，包了就包了。咱们再打一场，该你太作弊了。这次想就用护甲和你单挑，我要证明一下自己。这场喷火器的范围很大，让他非常不灵活。咱们尽量跳到他后面去打，这样他就杀不到小强了。我就说吧，想肯定打赢你。无所谓了，反正一个月也不用洗袜子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被表妹这么一说，想突然感觉很郁闷啊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先这里，我是翔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